引进的英雄是我好爷，你有安的了解吗？并没有。一个人成功，一定会在后面推手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连千一骂走助手，一切都是为他好。常来昆尼同台时间耐人寻味。你到底找为什么？我做错什么吗？超过神话的力量，真相起风啦！金狗我的 NFT 大乱斗，新剧情有个来喽！连女郎常濑宽尼七号才自拍影片替老板发表声明，当天呢双方就因为酸民撕破脸。我叫你红色酸民呀，一句诶，我有封锁啊。好啦，恁娘叫你先啦，二妹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叫你等你等你，答应我来签署。哎，今天到底做错什么？两点啦、啊！哎呦，脸蛋哎，人家是女生哎，有奶便是娘的道理，掌握到流量密码才熊熊想起来。连前一隔天转发自己失控骂哭昆尼的影片，没事啦，自己妹子，我们常斗嘴。其实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，而是接二连三一直发生的，最后都是我很难过，他不舒服的两败俱伤的局面。如果一直来，我会爆炸。我又没有怎么样。连千一表示，他下午啊就有发讯息给我了，我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哦。念他呀是为他好，平常需要调整，我都会对他比较严肃一点，并透露今天晚上7点将和昆尼一同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常濑昆尼，我在这边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。昆尼则透露自己的心情已经好多了，当下因为突如其来的迁怒感到相当的委屈。至于今晚能不能找酒同台，昆尼的回复却是再看如何安排。看似仍有变数哦。话说啊，昆尼是 Pro 级来着，吵架不忘收音，看戏的网友忍不住质疑双方都在演戏。关昆尼什么事？他粉丝要串联，看到酸民就直接封锁，不用再多讲什么了。这个朋友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关他什么事情？我现在讲给你听哦。你看一下，今天我帮你 PO 那个影片，今天多少人观看了？你看一下，8个小时19万人嘛。你知道这个流量是关连千亿而已耶，因为这个流量是我而已耶，你有安的了解？一个人成功，一不是在后面推手。你到底找为什么？我做错什么吗？那你超过神话的力量。我又没有怎么样。所以，你跟我说我不要用手机的哎。其实我是一个演员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。你看中间看到了什么？哎，所以我这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？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！阿哥最怕的，你看，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